英雄联盟手游艾欧尼亚杯精彩时刻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 G-Team 的潘。镜头一转，主角藏草准备发难，结清线结束，一心只想回到战场。哈，加速之门电能震荡，一次三分之一有点小爽。继续出草，侧面卡位单人盯防，还要过来闪电领域苍穹之月，赶紧开你的隐杀结界，石像鬼拉扯大面，你的伤害我实在不屑，还想贴身苍穹之月切换形态，看我直接大炮一鞋，超能电荷加速再追，一键三连再次落锤，细节单杀一局击溃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Nova 的一泽。五分半上路，马上就要开启对抗，一泽自信跳斩怼上，反击风暴技能全挡，青钢影 A 盾被动触发，再 A 一下骸骨没了，细节不 A 走位前压，不灭转好 A 接蓄力一击再来一下，向后一拉骗你开大，没有骗到，回手再跳，你大招还是必须给到，宗师之威继续硬敲，想逃跟闪越塔硬敲，护盾挡塔心细如发，完成强势单杀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 Nova 的龙。先锋团武器反击风暴率先发难，一则提前嘲讽率先迎战，注意看主角开始冲住他的断剑，开大二段小走一下，第三段先晕再斩，星斗直接黑屏看板， A 掉先锋反手向前继续追赶，再次位移三段接闪，还要向前，虚弱不能阻挡我继续再粘，镇魂怒吼不龙我有，向前再走扛塔我也绝不放手，石像鬼接胜大招属实太肉，一套连招再次三段取你敌手，三杀起飞直接暴走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J-Team 的 Barry。 画风一转，双方围绕小龙赶到战场，龙率先发难，天音波先来挂上，向后一拉二段落地率先开团，击飞二人落被打残，牛头侧面看到瑞文落单接着就干，注意主角不慌不忙，马上要你好看，你跟牛头怎么这么难缠，眩晕靠近瞬间交闪，队友反打帮个小忙，辅助瞅准时机，轻舞成双盛大登场，大喊一声终极闪光，对面四人站成一排伤害硬扛，属实看着有些绝望， Barry 抱团后靠群体护盾继续再保，武器进场瞬间被秒，卡尔玛落单只能野倒，盲僧孤身一人被迫无奈开出秒表，精神结束赶紧翻墙跑路，群优破甲再次倒地被人守株待兔，三二一起身，拉克斯再次一记光之束缚拿下团战万众瞩目。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Nova 的龙。时间来到大后期，红蓝双方绕着龙坑互相角力，五千五天音波再看一下，鳄鱼开大星斗卡位准备干架，啊打完美一串三瞬间融化，再来二段天音波武器全水回家，金钟罩摸龙躲大，最终细节逞龙完美团战瞬间爆炸。哎，能打吗？我大刀好了，不是等我们踢吧，对到姐有大了，姐有大了，咬的姐吗？咬姐可以秒，咬不到，姐有大了，姐急别急，姐有大了，慢慢打慢慢打，等 TP 吧，觉得哎那个谁没掉了，这位在被截到，我十六秒 TP， 要有要有人卡劫，要有人卡劫，可以进了，打到感觉要进了，没人工要掉了，哎这赵信，哎赵信赵信死了，啊不行，他们死了，他们死了，他们死了，打打打，姐我这边姐我拿走了，拿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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